总司令，当初您就不应该救沈红利，救他那不等于以狼入室吗？救他是我的职责，不救是我失职。取他不仁，但是不许我不义啊！行了，暂且不许论他了。子秋啊，我告诉你，此次作战的基本原则：战而不拼，退为求生，动为歼敌。 无论我在聊城战况如何，只要我关闭了电台，就等于是向你发出了指令。那么你就带着你的三纵，向西撤至运河以西、周公河以北、马家河以东，这一带地势起伏较大，沟壑众多，不利于日军机械化的展开。我军呢就可以寻找战机，运动歼敌。总司令，您放心，我一定挺您的。如若敌人来犯，我将且战且退，退至您说的指定位置。